第一节，邮币。两角分开一间宽，头正，眼平视，自然站立，全身放松。右掌心拍打身前气海关元穴，同时左掌臂拍打身后命门肾腧穴，两臂一前一后交替进行，震动腹部内脏，沟通任督二脉，舒展经络。这一节是预备活动。第二节，转腰。两手叉腰，拇指在后，点按肾腧穴。肾腧穴在第二腰椎棘突下旁开 1.5 寸处。反方向，这节疏通经络，增强腰部血液循环，防治腰肌劳损，预防闪腰岔气，并能消除腰疲劳。第三节，甩臂。两臂高举过头顶，掌心向前，自然下甩，双膝配合一屈一伸，带动腰部颠动。这一节活动肩肘各关节经络，舒展内脏，防治肩周炎、手臂麻木。第四节，双摇臂。双手屈肘，掌心置于面前，双臂由前向下后上摇转16圈。反方向，这一节活动肩、背、肘部经络，从而防治肩、臂、肘及腕关节疾病。第五节，推拳。两脚分开一肩半宽，两腿稍屈，如骑马式，臀下坐，双手握拳，掌心向上，至两侧腰间。先右手，手心向下，用力向前推拳。收拳时，手心向上。如此，两手交替进行。这一节，活动上肢经络，增强臂力，同时疏通腰部、腿部经络。第六节，拍胸。右手拍左胸前屈，再用左手拍打右胸前屈，两手交替进行。这一节震动心肺，促进心肺区气血畅通，扩展肺络，对消除气闷、胸闷、
胸痛有一定疗效。第七节，叉跳，两臂自然下垂，交叉在身前，两臂摆动时，两脚一上一下，配合双手原地跳动。这节活动全身关节，促进血液循环。第八节，打背，右手掌用力拍打左肩肩颈穴，肩颈穴在大椎与肩峰端连线的中间，同时左手背拍打身后右肾腧穴，双手交替进行。这一节防治高血压，增强肾功能，减轻背疼痛。第九节，扩胸，两手握拳，平屈交错至胸前，两臂用力向胸两侧扩展，两臂上下交替进行。这一节扩张胸肺，疏通气血，可增强心肺功能，并能纠正鸡胸。第十节，单摇臂，左手叉腰，拇指点按肾腧穴，右臂斜上举，握拳向前滑16圈。反方向再滑16圈。最后一圈，手掌向前甩出，换手，左手向前滑16圈，反方向。这一节活动肩肘关节经络，防治肩肘臂疼痛。最后一圈，手掌向前甩出。第十一节，甩拳，两手握拳，先左臂向左甩出，右拳置于左胸前，头随拳转动，左右交替进行。活动肩臂腰部关节经络，对慢性气管炎、哮喘、肺气肿有疗效。第十二节，搂拳，两手握拳至两侧腰间，两腿分开，半蹲，骑马式，
拳心向上，翻手向回搂拳，肘臂用力向腰间拉回，左右交替进行。这一节促使血液循环，增强新陈代谢，活动肌腱和上肢关节。第十三节，左右弯腰，两手叉腰，拇指点按肾腧穴，上身渐渐向右弯，一弯一起做八次。反方向，用同样方法再向左弯八次。这一节活动腰部和内脏，防止脊柱活动不便，调节脾胃及肾脏功能。第十四节，原地跑步，双手握拳，做原地跑步动作。这一节活动肩、肘、腿和脚部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并对消化系统疾病有辅助疗效。第十五节，慢游臂，右臂向前平伸，左臂同时向后摆动，两臂一前一后自然起落，配合手臂，两膝盖一屈一伸。这一节是跑步后的整理运动，作用消除疲劳。第十六节，按手，肘平屈，两手平放在右侧腰部，掌心向下，由右向左用力下按四次，至左侧腰部，往返进行。这一节增强臂力，防治手颤抖。第十七节，上摇球，双手如抱球，举在头前上方转动，眼睛看着手。反方向，这一节增强视力和脑垂体平衡功能。第十八节，摇球，双手如抱球，放在胸前，沿上、左、下、右转动，眼睛看着手转。反方向，作用同第十七节。
十九节，下摇球，弯腰五十度，双手如抱球，摇过头顶。反方向，作用同第十七节。第二十节，抓空，右臂高举抓空握拳，用力收回，两手交替进行。这一节活动手臂关节经络，防治肩臂肌病，有调整心、肺、肝、胆作用。第二十一节，摇放露露，右腿跨前一步，做摇露露动作。做放露露动作，这一节活动肩、肘、腰部经络，增强脏腑蠕动及心、肺、肾功能。第二十二节，摸鱼，左腿向前跨一步，做摸鱼动作，换腿。这一节活动腰、腿、肩、肘各关节和经络。第二十三节，大转腰，两脚分开一肩半宽，两手放开，举过头顶转大圈。反方向，这一节活腰健肾，气血通畅，防治腰肌劳损，对腰胯酸麻有辅助疗效。第二十四节，挖泥，两手举过头顶，掌心向外下蹲，做挖泥动作。这一节活动腰、腿、膝关节经络，并对五脏六腑起调理作用。第二十五节，打膝盖，双手扣打左右腿髌骨，弯腰松肩垂臂，这一节解除两腿疲劳，防治膝关节病，并对腿软有疗效。第二十六节，回头看足跟，两手并齐，肘平屈，放左腰部，头向右后转动，带动上身及双手，
两眼看右足跟，双手同时跟进下按，左右交替进行，防止腰肩肘关节骨质增生，并对颈椎病有疗效。三次，这一节预防闪腰岔气、腰背酸痛，预防老年性脊柱侧弯。
原地小跳，两臂向前平伸，两掌心相对，上下摆动，两脚上下原地跳动。这一节活动全身关节、肌肉和内脏，促使全身气血畅通。第34节，七敲。一敲大陵穴，大陵穴在腕关节横纹上两筋间，两手握空拳，两大陵穴对敲，此穴治疗心痛、心悸、心烦、胸肋痛、吐血及失眠。敲腕骨穴，腕骨穴在手掌尺侧第5掌骨与勾骨、豌豆骨之间凹陷处，两腕骨穴对敲。此穴治疗腕、肘及指关节炎、头痛、耳鸣、糖尿病、胃炎及胆囊炎等。三敲合谷穴，合谷穴在第1到2掌骨间桡侧肌肉隆起处，两手合谷穴对敲，此穴治疗牙痛、感冒、头痛、眼桃体、咽喉炎、鼻炎等症。四敲后溪穴，肌肉隆起处，两手合谷穴对敲，此穴治疗牙痛、感冒、头痛、眼桃体、咽喉炎、鼻炎等症。后溪穴，后溪穴在微握拳小指尺侧本节后掌横纹头赤白肉际处，后溪穴相互对敲，主治后头痛、盗汗、目痛、耳鸣、耳聋、腰背痛、落枕、手指痉挛、麻木等。五叉虎口，两手拇指与食指分开，两手虎口相互对叉，换手，效果通合谷穴。六叉八斜穴，八斜穴在1到5指尖谱缘上0.5寸处，两手手指张开相互对叉。这一节治疗手指麻木、拘挛、手背红肿等。七打劳宫穴，
劳宫穴在掌内第二三掌骨间，握拳时中指指处。血主治口腔炎、妊娠呕吐、手颤、心烦心痛、心脏病等。第三十五节，八打。一打阴阳交，阳交穴在外踝上七寸，三阴交穴在内踝上三寸。双手进行拍打，主治小腿痛、颈椎病、消化不良、麻痹、浮肿等。二打足三里，足三里穴在外膝眼下三寸，胫骨外侧约一横指处，主治腹痛、腹胀、腹泻、呕吐、失眠、高血压及各种慢性病。腓骨小头前下方凹陷处，阴陵泉胫骨内侧踝后下方凹陷处，主治腰膝腿痛、半身不遂、关节炎等症。四打风市血海，穴在大腿外侧腘横纹上七寸，血海穴屈膝髌内上缘上二寸处，主治腰腿痛、半身不遂、下肢麻木及一切血液病。鸡门穴在血海上六寸，主治腿痛及生殖器病。然后从阴阳交沿两腿侧向上叩打到鸡门穴，再向下叩打到阴阳交。打风市血海，打鸡门，然后从阴阳交叩打到鸡门，再向下叩打到阴阳交。六打居疗，居疗即胯轴，在第十一肋骨前端之下六寸三分处，这一节主治胃痛、下腹痛、睾丸炎、
膀胱炎、子宫内膜炎及周围软组织疾病。承浮穴在大腿后臀下横纹正中，主治腰痛、坐骨神经痛、痔疮、臀肿、小便不利等。环跳穴在大转子后方，大转子与骶骨裂孔连线外三分之一与内三分之二交点处，主治腰腿痛、坐骨神经、下肢麻木、瘫痪、脚气水肿、髋关节及周围软组织疾病。从拘疗经承浮后打到环跳，再从环跳后打到拘疗。第36节蹲堆。两臂前伸与肩平，手心向下，两腿慢慢弯曲下蹲。这一节活动腿膝关节，调理腿部经络，防止腿膝酸软无力。第37节打膝盖。膝关节微曲，上身稍弯，左右掌各拍打左右膝盖。这一节解除蹲堆后可能引起的腿膝疲劳。第38节抱后脑颠足跟，双手交叉抱后脑颠足跟，防治足跟骨刺、足跟病和痔疮，同时沟通任督二脉，使脊髓大脑充满活力。第39节托腹，身体放松，两脚分开，足趾抓地，两手交叉在一起，手心向上托住小腹，手不动，两腿膝盖微曲，一曲一伸，弹腿带动小腹上下颠动。这一节对五脏六腑起调理作用，防治习惯性便秘，对胃肠病有疗效，可起到减肥作用。第40节左右蹬腿，两手叉腰，右腿用力向右蹬出，换左腿，如此交替进行。这一节活动腿关节经络，
对膝髋关节酸痛无力有疗效。第41节，后踢腿。两手叉腰，拇指在后，点按肾腧穴。右腿后踢时，以足跟踢右臀部。用同样方法，左右腿交替进行。这一节活动下肢关节，并对腿部酸痛无力有疗效。第42节，转脖颈。两手叉腰，拇指在后，点按肾腧穴。两眼微闭，头慢慢转动。防治颈椎病。换左腿，揉，反方向，搓，压。这一节活动膝关节，防治膝关节疾病。第44节，洗眼。两拇指弯曲，眼微闭，用两拇指一关节背左右晃动上眼皮。这一节对近视、远视、老花眼、白内障有辅助疗效。第45节，抹眼皮。两手中指轻轻地从左右两个内眼角顺上眼皮往外眼角划圈，再往回沿下眼皮划到内眼角。这一节按摩白眼球，其作用与44节洗眼相同。第46节，摩鱼腰。两手中指和食指按压两眉之间的印堂穴，分别沿眉用力横摩到太阳穴。
反复进行。这一节通过按摩印堂站足、丝竹空到太阳穴，使眼明亮，防止流泪和角膜炎。第47节，放承气四搏，两手中指分别压住承气穴和四搏穴，左右摇晃。承气穴在瞳孔直下7分，这一节治疗眼病、面瘫、面神经、三叉神经等疾病。第48节，揉睛明，右手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揉两眼内角睛明穴。睛明穴在内眼角上1分凹陷处。这一节主治白内障、沙眼、花眼、青光眼等。第49节，洗鼻，两手中指按鼻翼两侧，从鼻梁按到鼻尖旁迎香穴处挤一下，反复进行。这节对感冒、鼻炎、嗅觉不灵有治疗作用。第50节，按迎香，两手中指点按两侧迎香穴，迎香穴在鼻翼旁0.5寸鼻唇沟上。这一节治疗感冒、通鼻、鼻出血、鼻窦炎等。第51节，干洗脸，两手掌心搓擦面部、脖颈，反复进行。这一节可双向调整血压，促进面部血液循环，长期坚持可减少皱纹，令你红光满面。第52节，食指梳头，用食指从前发际边向后梳头，反复进行。这一节向后梳头，反复进行。这一节通过反复刺激头部末梢神经和毛细血管，促使血液循环，防治脑动脉硬化、脑中风、栓塞，对提高思维力和记忆力有疗效。第53节，揉风池，两手食指、中指分别点按风池穴。反方向。
池穴在枕骨下斜方肌外侧凹陷处。这一节治疗感冒、头痛、高血压、癫痫、偏瘫、眼鼻耳、脑疾患等症。第54节揉太阳，两手食指、中指分别按揉左右太阳穴，反方向，太阳穴在眉梢与外眼角一横指凹陷处。这一节治疗头痛、面瘫、三叉神经痛及眼病。第55节搓耳，用双手搓擦双耳、耳背、耳面，反复进行。这一节能治疗各种功能性疾病和某些器质性疾病及各种神经痛。第56节指耳，双手食指分别插入两耳孔转三圈，往里一捅拔出。这一节防治耳聋、耳鸣、听力减弱，并增强听觉功能。第57节震耳，两手掌心分别用力按压左右耳孔，其余四指按压后脑枕骨不动，掌心骤然离开，可以听到耳膜的震声浪。反复进行。这一节作用同56节。第58节按揉内关，其余四指按压后脑枕骨不动，掌心骤然离开，可以听到耳膜的震声浪。反复进行。这一节作用同56节。第58节按揉内关，内关穴在大陵穴上二寸，右手拇指按揉左手腕上内关穴，换手。这一节治疗心绞痛、胃痛、风湿性心脏病、神衰、恶心、呕吐等。第59节搓手，右腿跨前半步，左腿微屈，右手放在右膝上，左手掌搓右手背。换腿。这一节防治手部麻痛无力。60节全身抖动，全身放松，两腿微屈，两臂自然下垂，
双膝一屈一伸，带动全身上下抖动，手。